君来台时才说电力问题会是台湾建立 AI 产业的挑战，没有想到啊，今天中午那一刻就大停电。不过啊，经济部长坚持说是跳电，不认缺电。专家炮轰根本原因就是供电不稳定，才会造成停电的问题。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先前来台湾时说 AI 超级电脑需要足够电力，但台湾面临电力挑战。没想到辉达台湾分公司所在的那一颗18号中午就发生大停电，台电说是馈线跳脱，总计影响655户，这算不算缺电？那个跟缺电没有关系吧，它是跳电不是缺电，妥善率没有做好。你说不缺电不缺电，问题你一直停电啊，就是你供电不稳定，然后你电压上上下下的这样子在变动，对于你台电自己的供电设施当然也会造成冲击。经济部长坚持台湾没有缺电，但17号晚上8点就有网友抓包，不止燃煤燃气燃油电厂火力全开，核三也打开了柴油机组，连翡翠和石门水库也大放水发电。而网友狂亏核电厂开柴油笑死人，也对了，这样就不是核电了啦。再问一次，到底缺不缺电？完全没有缺电，那个都是例行的，要测试发电机组啊是不是正常运作。你不是应该在白天上班的时间来做机组的测试吗？是不是选择一个晚上8点的时候来进行机组的测试，当下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供电比较吃紧的一个状态？我们用柴油的发电是要抽水跟保护我们的路心，因是到那三台发电机有哪继续来发的，发来给我们吃电的。你就知道台湾用电已经到了多么紧张的状态。核三一号机组7月底就要除役，现在已经每天递减运转，而外界担心之后会不会又天天跳电。之前郭智辉还说命中家里空间30平装2台冷气就够用，网友炸锅狂轰，电够的话你管我家装什么冷气，干脆全民发扇子。我是在讲说要节能，你是企业来的，你没欠钱啊，你不能让民进党这些妖魔鬼怪把你带你走，人砍不走鬼砍各国队。当政府连稳定供电都做不到，台湾何时才能成为下一个 AI 重镇，恐怕也只会有更多变数。记者谢宏陆、徐国豪 SNS 小组台